那么德里队33号 Willie Red 威力，以及5号 Nicholas King 金恩，到的是 Willie Red 的访问，请他来聊一聊一下加入猎鹰到目前为止觉得球队跟他融合的一个状况，还有他可以看出来这个 Red 的活动性很好啊。哦，这个球自己跑快攻，哇！而且马上接应到队友的传球，是个 M1。对，就要到鹈鹕时期的 Cousins。对，其实蛮得分。表弟又来了 ，Reed 也赏了 Cousins 火锅。凯撒切入速度很快，给小球。哇，这边看到威力 ，Willie Reed， 高警卫，再回给到威廉斯。哇，幸啊！这球高警卫其实 No Looking Pass 已经把威力骗到了，但是他其实蛮有年纪，39岁。篮底下这个球。威力拿球，中距离直接出手。哦，过去他在 NBA 是比较。Nicholas King 急停，在游击区的收球，自投自抢。篮底下，哇！现在威力，不会吧？哦，哦，这个。威力，看一下刚才是怎么摔的。威力，掌声鼓励一下。这个时候他晕眩嘞，对，他好像是自己晕眩倒下去。对，这个对台钢猎鹰来讲是雪上加霜的情况啊，因为最近的伤兵真的很多啊，包含布拉。那威力的第一场比赛，刚才感觉像是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身体接触。跑动过程当中腿就有点没力，是。哎，移动的过程，对，这个其实是蛮令人担心的，因为这个有可能跟心脏有关系啊，可能心脏忽然站，这个问他头是不是头部有没有，刚刚有没有接到头是不是有被撞到？对，这个时候他其实就头低低的，对，有点失去意识、啊。是。而且他是直接倒在了篮架这里。对。如果真的是要保险起见，其实，对，他现在眼睛那个瞬间是完全无神。对。如果要保险起见，范博觉得他还要就球队这样比赛还需要他再上场，如果出现这么惊悚的画面。对啊。